你怎么认识他的、啊？这个当然是那个去做作业的时候认识他的、啊。做作业？做什么作业？线上交易的作业。真的？哦，开一个投资的群组给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是线上作业的群。对啊，就一样啊。线上作业的群。对啊，这个嘛。他要约定的这个账号是个人的，也不是那个。也不是公司的啊，人家帮你查过了、啊。我们那因为你像这种你在公司你要投资的，通常都是直接汇到公司的账户里面。他叫我自己去换币，一定的，对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让我换虚拟货币，那个你都要查不到，那也是诈骗。你都要找公司，为什么公司不会一直帮你弄好，还要你帮他服务？你今天都要去投资了，那当然是钱直接给公司就好了，公司会帮你处理啊，这样他才可以赚你委托跟手续费啊。是你到你那个金额，你知道付了多少钱之后会赚多少吗？或者报酬多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他们惯用手法啊。然后你到那金额你汇完之后，你钱都领不回来了、啊。甚至你那群主有些是他们自己人，像一个假账号在里面说他分享他赚多少钱，一定会有这种的啦。他就很多那种一人分饰很多个角色，然后在里面以假乱真。那其实那都是假人吗？那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要汇了。